林总，是我请来的。不过好在他们最后在一起了。平菊，哎，阿江，我知道，年轻的时候我不爱惜身体，落下了病根儿。去年我动了手术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。 这就是爱情啊！你不是试过练吗？你现在才知道？闭嘴吧你！老师，你们看，是不是挺好的？哎呀，拍的真好！嗯，不错。哎，我也给你们俩拍一张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来来来，来，我给你们照啊！哎，好，一二三。 老板多少钱？一共43块。真是可惜了，这最后一张相纸。谢谢。都怪你，害我拍成这傻样。你要嫌弃的话就给我。凭什么？这相纸是我买的。你买的了不起？嗯，你说昨晚的赌局，我们怎么算？你觉得呢？梅老师呢？是你留下来的，林总，是我请来的。 不过好在他们最后在一起了。平局，平局多没意思啊！不如这样，咱俩都算赢，你答应我件事儿，我答应你件事儿，怎么样？你想干嘛？以南哥以前总跟我说，不行，你瞪我也没用。加那么多醋，你不嫌酸得慌？我喜欢。 不行，哟，苏总不愧是资本家，吃碗馄饨都不带吃亏的。所以我刚才说的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不考虑。抠死你了，500块钱都不肯接。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？那你提请以南干嘛？那这是以南哥老家呀。 太监总跟我说，这里也是特别值得一逛，所以呢。